今天呢，带大家走走一个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网红打卡点的那个 cafe，也是喝咖啡的一个地方，就是 The Cassette Coffee Bar。它是在这个 Siam Square 的这一带，就是在它的 building 的旁边。然后它旁边呢，会有这些，你能够看得到，就是会有卖这些食物啊，还有摆摊的之类。其实还蛮多的本地人，就是泰国人在排队这买，就是主要他旁边这边呢也会有所谓的摆摊啊之类的，就是在这边的附近其实蛮容易找的，因为旁边呢就是一整排的那种店屋，然后它是在店屋的那一边，然后它的门口就已经是很容易找得到，很吸引人的那种，很引人注目了，可以这么说。这个呢，就是它的门口，它的门外，会有很多人在它的门口打卡。然后它的外观呢，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然后你这边一推，它就是一种设计师推的。然后你走进去后，你会发现到其实这真的很漂亮。刚好我来的时候呢，没有什么人，所以整体的话来这边打卡拍照是很推荐的。它这边出名的呢是有几种的那个饮料，像是 orange latte，还有一个 strawberry，不懂什么了，就是有几种推荐必来打卡的，就必推荐的那种饮料。然后我做不到半个小时，其实。人潮已经开始进来了，一开始来的时候是空空没人，然后现在能够看得到，就是人潮已经开始挤满了。然后当我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这样子转了一圈就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